Walsall 这个学校呢，它是花费了600多万人民币来修建的。它是一个新校区，然后离市中心也比较的近，你可以购物、逛街、买东西都非常的方便。然后吃饭的话，可以在外面吃，也可以在餐厅吃。这里的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老师，都会非常有耐心的去帮助你。你有什么不懂的，或者是自己不知道的问题，都可以问他们，他们就会解答给你，他们的人就非常的好。同时呢，在这里也有健身房，然后附近也有游泳池。如果你愿意的呢，你就可以找在附近的地方，也不是很贵。所以，来吧。我觉得 Walsall College 的地理位置是非常好。楼下它有餐厅啦，然后附近又有 gym，然后还有一整条购物街，然后还有比较临近超市啊，还有出行，还有到 Walsall College 的交通方式都非常方便。然后附近又有那 bus stop，还有那个火车什么之类的，就是非常好的一家学校。然后我很喜欢他。我来到那个 Walsall Colleges 已经有3个星期了。这学校是一个那个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校，在整个 Midland。然后他的那个成绩呢，是全英国排的那个占有，成绩应该占了5%吧，去整个英国。所以是很好的一个学校。然后对我们那个学。什么学那个语言的话，学语言就是雅思过了以后，不是一段试验期吗？这个学校很不错的，就可以很快就增强你的英语能力，听说读写，然后适应各种口音，这还不错。我觉得我所大学挺好的，然后环境很好，然后大家如果学习的话，这里面真的是一个挺好的学习地方，然后可以很好的提高你的语言，然后也能认识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朋友，然后即使你很内向的话，可能也会交到很多不同的朋友，很好的一个地方，你可以试试的。Walsall College，就是我所学院了，是那个应该是英国成绩最好吧，50%的一个学校，然后是学英语的，然后这边是在伯明翰旁边的一个地方，但是离伯明翰很近，大概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，而离伦敦也不远，它是在中部嘛，伦敦是南部一点，然后可能1个多小时的车程。然后这边的员工都非常友善，然后有很多员工来自不同的地方，能听到不同的各种口音，然后他们都很可爱，然后很有礼貌。Walsall College，然后接受一个由 NCUK 提供的一个课程，然后这课程呢要持续1年的时间。当你完成了这一年的时间的课程以后，他们可以保证你可以得到在英国排名前11大学中的任何一个大学的 offer。然后他们也提供很多专业的课程，然后你可以自由的选择适合你的课程。所以加油！Walsall College 是在离伯明翰不远的一个大的一个比较学院，它是伯明翰是英国第二大的城市，所以说我们在到 Walsall College，你会觉得生活特别方便，而且 Walsall College 本身就是 Middle Eastern 这边的最大的一所学院，你可以在这边可以去享受它好的环境啊，可以它给你带来很多的方便，包括学习上面的。学习上面的话，这边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国际的老师，他会给你提供更多的机会去跟其他的学生去交流。相信你选择 Walsall College 一定是对的选择。沃尔索尔大学跟我们中国很多地区都有合作，比如说北京、广东、重庆、四川，沃尔索尔大学跟这些教育机构都有一定的合作。我十分推荐沃尔索尔大学给中国的家长们，因为它真的提供了给我们人很人性化的服务，无论是从教学质量以及它国际办公室给提供给我们人性化的服务。